我没有具体批评过南水北调工程，但是我关注过南水北调的很多新闻，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反对，我本人是反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这样一个政府，他宁愿不迁都，他也要做这种南水北调工程，就是他这种工程是一个政治工程，他完全不讲效率，而且不讲民生，也不讲对普通老百姓的那种关怀。那这样的话，其实效率和民生上都很差的，而且本身在这个江河的源头，就是南方的这些江河受破坏很大的情况下，在南水北调的话，将来会不仅会北方保不住，南方也会遭受巨大的灾难，那整个中国水资源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浪费。OK。这迁都，如果迁都的，就应该把首都搬到哪去呢？对，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其实批评政府最重要的就是南水北调，我认为它是个政治工程，政治，他们是政治考量，并非一个科学的考量，也不是一个纯粹科学技术上的考量。其实中国的环境的破坏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畸形的政府这样造成的，畸形的政府和糟糕的这种制度造成的。你比如说这种竭泽而渔，这种就是说以 GDP 为发展模式的这种不管它的将来的后果和环境责任这样的一种模式下造成的。那沙漠化也是整个就是说，一方面是制度上的缺失，另一方面呢，我们的思想上的所谓的那种人定胜天这种东西是非常害人的。这几十年来累积下来的中国的灾难，然后导致了今天在开始在整个中国开始爆发，它的灾难还会继续来临。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应该把环保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整个中国的发展，我认为甚至就是环保应该某种样讲，就是至少应该和人民的生存它应该同等对待，因为环保没有好的环保，其实也就没有好的生存。对对对 ，OK。那么我觉得就整个说来的话，像环保这个已经不，就是说应该是通过民主的，就是民主的制度、科学的制度来制衡、来制约现在官员，因为现在很多坏的那种，比如说对环保的破坏，都是官员那种胡来和那种糟糕的制度没有约束。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讲，其实说白了，中国很多事儿，中国很多破事儿、烂事儿，其实最终都要归结于这个政府和这个制度。你要真正要中国环保要更上一层楼，国家的水资源要有所改善的话，那我觉得非革这个制度和命政府的命不可。对，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OK， 他是这样，就说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以前对水资源的使用，它也不一定就是说多么的科学，但是它有互相的制衡，这一点很重要。49年过后就没有任何制衡了。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民国时候的水资源的利用，对，它并不是说它多么科学。为什么？你比如说像华万里，他们是到伊利诺州，美国伊利诺州去读了那个水文学，对不对？回来开始就是说治理河道。那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他们引入科学的机制；第二，他们做任何事儿有那个地方自治，就是某种人讲的地方自治。为什么？打个比方讲，哎，那个南水北调，对不对？如果在民国，绝对做不了这么快。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有当地的那种豪门望族，还有当地的那种，比如说那个南水北调的那个。那个原土两岸的那种民众，他们的博弈有博弈能力，但现在没有博弈能力了，整个政府完全形成那种就是高度集权化的垂直状态。对，在这样的垂直状态下，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完全被剥夺殆尽，那就是没有保护的可能。那我可以这样讲，在民国的时候，那地方政府包括地方的乡绅，他们会起来反对。那南水北调这种工程，包括三峡大坝，这绝对修不了的。对，那我可以这样讲，就是为什么现在，你比如像三峡大坝，包括南水北调这么糟糕的工程，为什么那么快能够上？那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比如说现在的 NGO 没有这个能力，然后那种乡绅被破坏殆尽，整个宗族的利益，包括当地老百姓的利益不受保护。那我觉得，其实说白了，
这一切都是最大的破坏。那原先可能有些破坏，但是原先它还有制约，但是49年过后就没有制约了。对，那我告诉你，现在南水北调，其实说白了，就说其实中国这个80年代，好像是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现在为止，其实中国的社会也非常惨弱，就是民间社会，民间社会没有力量起来制约和反对政府的不当的政策，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我可以这样讲，南水北调最重要，就是说你最重要达成就是 by the people， 对不对？要达到这个效果，就是 offer the people 这种，对不对？民享民有民治，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你不要像很多人对 NGO 的认识都停留于好人好事，这是件很糟糕的认识。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也认为 NGO 是好人好事，但是实际上是这是民间社会强大过后，他对政府形成一个强力的制约，我觉得才能解决南水北调的这个问题。那我先回到第一个问题，我们把饭撤回到第二个问题，好吧 ？OK OK， 对你跟他们说。7月份在中国互联网上就是天大旱，哎，又发涝灾，接连这个发生这种事情，后来那个在互联网上就掀起一股这个舆论的高潮，所以说这是大家立刻就联想到三峡大坝，和这个南水北调两项工程都有争议的。这个尽管是近几年的一个工程，实际上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在一些专家中间。而且那个事情发生以后，大坝造起来了，这个南水北调开始施工了，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这个很容易联想。坦率讲，这个舆论不是专家。老百姓这种，但是他只是很朴素，网络上的舆论不足以说服我，所以本着我的特长吧，所以我有自行车，而且多年来我就在中国大地上骑走，观察真实的情况。但是我知道这很难，因为很多地方是保密的，不让接近。另外呢，它很多地方是徒劳的，就是我完全可以在几个关键点看一看。所以这样一来，我走过河北几乎全部看到的是大旱，几十年大旱，所有的河水和干渠全部就空，已经几十年30年没水了。确实没水，但是那个南方调水看似表面看似比较合理，但是呢，自然灾害等等给南方制造的这种自然灾害等等，再耗资巨大，很多人在网上就议论这件事儿，有的说利用近海，
渤海水淡化怎么供北京，或者是用别的渠道，总之耗资巨大，做这样一件事情啊是得不偿失，这是各种舆论啊。但是呢，据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这时候还是不敢贸然去议论这件事，所以我在前面里边只是描写水旱，一直走到湖北以后，我才逐渐想明白这个问题。拿我自己来讲，我说在这个事情上宁肯保守一点，20世纪没有决定的事情，然后呢80-90年没有决定的事情，绝不在于我们这几年之内就决定，而且立刻迅速的上马。而且我深知这是某个人，中国的这个巨大的工程，世纪工程，所谓世纪工程都有个人色彩，比如三峡大坝李鹏在搞，就没有说是一个国家在搞，是李鹏在主持，不仅仅是一个职能管理的范围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意志。哎，因为他们在共产党这个统治下，他们这个政治局啊，或者他国家领导人管着一方田地哦，他就可以改天换地，他们爱说改天换地，然后呢，但是呢，他就可以在瞬间是短时期之内就发起一场运动。当然了，我说到这里，我还觉得我自己仍然是个外行。我也在发表我的那个类似于他们网络言论那样的言论，只不过我没有去宣传，我打算还是继续观察这个探秘行嘛。所以最后我的到后半截的我这个观察点已经变了，就是由于我不懂水利，我无力去干涉它，但是我对当地移民这种非人性的做法我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因为这个我懂的，哎，我能看懂，哎，我也了解了，哎，所以而且也知道中间的这个贪官呀什么在中间，政府在中间克扣，做各种自己的谋私利，搭中央的车谋自己的私利，导致民生民不聊生，就是对南水北调不一定完全明白，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发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现在敢于去写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我不怕谁来干涉我，因为我一直在讲我，所以骑着车子流一身臭汗去干这件事情，就是想做一个最有权利发言的公民，因为我不是在城市里边纸上谈兵，哎，你即使官员，你现在北京的官员、移民地区的官员，你来跟我辩，我不一定最后是正确的，但是我敢向你质疑，代表移民质疑一些问题，你得给我做解释。何况呢，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敢跟我辩，哎。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我这个南水北调这个探秘行的这个初衷啊，和最终的不一样的结果，不是我的初衷，这个全部过程大概是这样。位置太低，势很弱，我们的物质的势很大，但是呢我们的精神物质很弱，精神很弱，因为公民们没有这种意识，人多没用，就是群盲，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现在有了微博，而且大家有兴趣在微博上去交流，所以我说微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可以让我们公民很大的这个量的这个公民哦，然后一起发声，所以我讲的是这个就像吹气球似的，我们今年吹大一点，然后呢他把你压一下我炸了，然后呢我第二年再吹这么大一点，有可能比上次大一点点，他又把你压了，但是我们是逐步在扩大的。再一个就是用语言来讲的话，第一年说是我说了个一，他说是敏感词删掉了，然后但是老百姓通过微博啊，通过一直在说一直在说，所以他们自己都习惯了，所以我们开始说二的时候，他认为二是敏感词，一就放弃了，所以我们这样不断扩大，不断扩大，像躲猫猫，最初是敏感词，现在是中央电视台都把它作为成语，语言通过我们的行动发声的数字尽可能的扩大，然后这个它就控制不了，就有可能引爆。
我当时就说这句话，当然大家日本人可能听了以后觉得。全世界都知道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自然环境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的很多的那些水资源啊都是从那边发源过来的，西藏被称为是重水资源嘛，然后又是被称为是有很多说法的，什么亚洲的水塔啊等等，那它的那个植物呀、这些动物啊都是非常那个宝贵的，而且现在这个自然生态环境一旦破坏了的话可能就没法恢复，因为那边很脆弱，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是对生态，还有一个对人文这种破坏，我觉得这个是无可挽回的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就是包括这些工程里面，不管是说中国政府他要修这个水电站，做这些南水北调也好啊等等也好，还是说他会对周边的国家有什么多大的影响等等，现在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听到中国的声音，也听到周边国家的反应，那种周边国家的不安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听就是，当然境外藏人肯定是反对这个的，但是境外藏人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就是人数上我知道，但境内藏人，因为藏人基本上都生活在境内，这么多人他的声音是听不到的，因为这么多人他就没有发言权，他在这个国家完全没有发言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没有发言权，而又是从他的土地上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这个非常不公平。那当然中国政府他有很多的说法了，比如说他说是他现在都是从民生啊等等的考虑，他说啊这个水南水北调起来了以后会对中国的内地啊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就给解决那些好多地方缺水啊，有利于什么发展啊，经济发展，他会讲很多这样的话。但是是他说是，但是中国政府他实际上他完全是只考虑到了他自己的，哪怕当然我觉得中国政府很多时候他连他自己民众的利益他都不会考虑的，这个可能很多是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啊，他来说给来。也会让中国国内的很多人被这个理由来吸引，他们就觉得是啊，我们这边缺水啊，这个水引到我们这来是不是会解决问题啊，但是在这个背后可能获得更大利益的是那个官商集团，他们在做这些事，一般的民众得没有得到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个都很难说的，所以但是中国政府这个理由是非常动听的，但是在他这个理由的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考虑这个原住民的利益，这个西藏本土的原住民的利益，同时他也不考虑周边国家呢，他说这个南水北调啊等等呢会不会对周边国家有影响，他也不考虑，就这种非常自私，这种非常自私的一种可怕的想法，我觉得实际上说穿了本质上就是一个殖民者殖民心态，他的那种殖民心态，所以决定了他会根本不会考虑原住民的利益，也不会考虑周边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记得有一位那个人类学家有一位学者叫赛德，他说过一句话，他就是在讲他的书里面有一句话，就你不能牺牲一个民族的权利去成全另外一个民族的权利，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今天在西藏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个写照吧，包括南水北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